哟，看来昨天晚上睡得很好啊。嗯，用了小丽送给我的香薰，睡得可好。你的？啊。哼，你该不会是在里面藏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照片吧？这么紧张。 在想什么？嗯，那你今天有点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 你扶我一下。啊！突然乱了频率，借友谊的手拥抱你，明明越来越在意，怕后幸福的甜蜜，反正都。